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根据 NBA 中国官网报道，据大 Athletic 透露，在数周没有进行任何对话之后，纽约尼克斯和犹他爵士近期重启了关于多诺万米切尔的交易。今夏有可能离队的球星远不止米切尔一人。其中，杜兰特再次向篮网提出交易申请后离队希望大增。一旦杜兰特离队，那么拔出萝卜带出泥，欧文离开篮网也就指日可待了。当然，潜在的还有类似保罗·乔治那样突然被交易的情况出现。前期谈判无果到持续数周沉寂，再到重启交易，尼克斯为何认准米切尔？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答案更多的还在得到的可能性。作为对比，不论数据还是能力，杜兰特都要远优于米切尔的存在。相同筹码下，我坚信尼克斯会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但问题是，篮网对杜兰特的要价非常高。仅就爆出来的消息，猛龙方面搭上年度最佳新秀斯科特·巴恩斯都不见得能和篮网达成交易。这样的情况下，尼克斯的筹码就更没有竞争力了。而爵士之于米切尔却不同，在将戈贝尔交易到森林狼后，可以说爵士算是半重建的状态，再加上安吉是有娘便是娘的主，可以说还是很有希望的。不过有希望是有希望，从持续一个多月的谈判拉锯战来看，尼克斯一改往日人傻钱多的形象，而是在筹码上精打细算，这都要得益于杰伦布伦森的存在，让尼克斯有了底气。从数据角度看，季后赛中布伦森场均得到 21.6 分，身后不乏德罗赞、纳王、哈登这样的明星球员。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季后赛布伦森场均只有 8.0 次入账，今年已经大幅提升到了 21.6 分，可以说成长速度十分之快。有了这样的布伦森，即便得不到米切尔，尼克斯也可以祭出德里克·罗斯加布伦森的后场组合。相对来说，米切尔优于罗斯的或许只有年龄。有底气的尼克斯考虑的是怎么压价，而从爵士角度来看，肯定是想把米切尔卖出高价，毕竟这之后就要开启重建了。爵士、尼克斯鹬蚌相争，最后的结果如何暂且不谈，我倒是认为湖人可以成为渔翁的存在，从中得利。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在重启谈判下意味着双方有意将交易谈下去，换言之，米切尔非常有望加盟尼克斯，那么如刚才所说，爵士也就开启了重建。对于重建球队，通常来说大部分球员都是抗拒，毕竟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身价的下跌。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马利克·比斯利是湖人一个不错的补强对象。从薪资角度看，比斯利还有2年3200万的合同，22到23赛季1540万，23到24赛季1650万。而在我看来，这2年3200万就是湖人交易的突破口。从湖人内部讲，在蒙克转投国王、安东尼、艾灵顿是否续约未知的情况下，需要有投手的填补。生涯至今的336场比赛里，比斯利场均命中2.03分，且命中率高达38.6%。作为对比，雷阿伦生涯场均2.3个3分，命中率40%。当我们认定雷阿伦为神射手的情况下，效率和其相仿的比斯利也应该被认可。显然，通过数据来看，比斯利是能补强湖人的外线。此外，和希尔德、范弗利特、富尼耶等射手不同，比斯利具备一定的三分强投能力。本赛季当防守人处于4英尺以内高压防守下，三分命中率37.8%。有强投就意味着有防守牵制力，从而为队友的进攻拉开空间。数据上，本赛季当比斯利在场时，森林狼整体命中率为46.5%，反之为45%，-1.5%的差值，说明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这样的特点显然可以为詹姆斯、浓眉的进攻提供很大的帮助。我的意思是，有利于为二人创造出1对1的进攻机会。对于湖人来说，能满足需求下可以抓住这2年3200万的合同来说服比斯利加盟。对于比斯利来说，一方面湖人对射手有需求，另一方面曝光度高，这么一看，加盟湖人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的意思是，在有稳定机会保证下，是有利于打出不错数据的，而这通过超高曝光度又能起到向全联盟证明自己的作用。如此一来，拿到新一合同就不是什么难事了，这就犹如蒙克从底薪到千万年薪的快速转变。得到球员的认可，那么在和爵士谈交易，尤其属于重建的状态下，那么就非常有望达成了，甚至谈判给力的话还会低于市场正常价格。关于湖人，球哥就说这么多了。最后，球哥带大家看看其他球队的消息。就在今天，据他名记 Sam Amick 报道，联盟的多名高管认为，
绿军以及伦布朗为主体去换 KD 的报价，领跑杜兰特争夺战。消息人士表示，篮网高层明确表示，如果想得到杜兰特，又不愿意送出队内第二好的球员，那么就别浪费时间，尽早退出杜兰特的争夺战。杜兰特申请交易至今已经有47天，目前篮网正在进行两个谈判，一个是篮网与其他球队商讨杜兰特的交易，一个是杜兰特和管理层之间的谈判。目前篮网暂时没有收到可观的报价。此外，蔡崇信认为篮网是一支实力不俗的球队，加之没有收到好的报价来交易杜兰特，所以他让其重回球队。但杜兰特明确要求解雇主帅纳什和总经理马克思，显然这是蔡崇信难以接受的。伴随新赛季愈发临近，篮网可能会降低标准。美媒 BR 报道称，和绿军达成杜兰特的交易是篮网不二的选择。毕竟杰伦布朗的实力已经是全明星级别，且他很年轻，还有成长的空间。而一旦杜兰特和欧文都离开，西蒙斯和布朗将有很好的成长环境，二者也能将篮网带来新的高度。此外， NBA 分析网的记者埃文梅西爆料，绿军与篮网接近达成1-5换2的交易，具体交易方案如下：绿军得到杜兰特和塞斯库里，篮网得到杰伦布朗、格兰特威廉姆斯、德里克怀特两个未来首轮选秀权。目前来说，这笔方案也非常接近杜兰特的交易价值，成功的概率极大。对于篮网来说，杰伦布朗一个非常全面的得分手，在阵地战中布朗主打无球进攻，他的持球攻以及处理球能力处于进步之中。在二号位上，布朗拥有足够的身高和顶级的动态天赋，还具备优秀的防守执行力，一旦弥补了防守意识与经验，他就能成为顶级防守者。而最适合布朗的模板无疑是保罗乔治，在立足无球进攻和防守的同时增强持球占比，成为全明星级别的侧翼，而持球能力则决定了布朗的上限。从现阶段的篮网来说，如果无法挽回杜兰特，布朗值得篮网去押宝，而他与西蒙斯的组合也值得期待。此外，格威和德里克怀特也是实力不俗的轮换球员。尽管很多绿军球迷并不愿意球队为杜兰特打破已经创建的化学反应，虽然布朗的技术不如杜兰特精细，作为持球型得分后卫，布朗的护球能力中规中矩，甚至组织能力不如塔图姆出色，但是布朗在上赛季曾数次在末节拯救球队，并且布朗每个赛季都在学习与进步，这是非常难得的品质。不过斯蒂文斯很清楚，现阶段绿军想夺冠缺少的就是杜兰特的总决赛经验以及关键时刻的顶级终结能力，这是布朗缺少的，所以杜兰特的加盟对绿军的集战力提升非常大。不过对于绿军而言，弊端就是波士顿可能会失去未来7-8年的争冠期，第一季25的塔图姆和26岁的杰伦布朗都处于职业生涯的上升期，绿军也在休赛期进行了微调，具备再次杀出东部的实力，而杜兰特保持巅峰的期限挺多也就是2-3年。显然绿军球迷不愿拆散双子星，让球队的轮换和防守受到冲击。对此，球迷朋友们认为绿军有必要进行这笔5换2的交易吗？